居家清洁的洗衣精、除臭分多精、洗发、洗身体与防蚊液，都是结合小花曼泽兰、金六醋液与多种天然植物精油制成，不仅能拔除外来入侵物种，更能物尽其用，促进循环经济价值效益。它每一平方公尺会有17万的这些种子，所以在台湾已经很久以来都变成是我们每年都花很多时间去清除的这些外来种。那它的 最大致命就是它会把树整个缠绕起来，就让它自息而亡。这些大家都大概知道。那其实我们从民国90年开始，那时候全台湾统计起来大概有51000多公顷的小花曼泽兰，一直我们移除到现在20年哦，到现在全台湾大概只剩下3392公顷，所以其实我们的成效是有的哈，就是从5万一直到变成3000多哈。那小花曼泽兰，我们想的时候，有些很多会去做一些染布啦，或做一些，我们就想，我们先把它做干柳，所以我们在跟在地的厂商就是赞叹工坊刘经理这边先初步。要先经过洗清干燥的工作把它弄好之后，干燥完之后，我们去入窑把它碳化。我们第一步会先把它碳化，碳化会得到小花曼泽兰的植物碳。这是第一个，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介绍。那它其实植物碳那个去碳化之后会产生一些烟气，这些烟气把它冷凝处理就会变成粗醋液。这粗醋液大概就是我们花莲赞叹工坊这边所生产出来的那生产出来之后，它只能大概做一些环境用品。所以我们要必须再去把它精致，才能做发展更多在人体或者是在哪里使用的这些产品，就变成金六醋液。那大家可以看其实我们大概每42公斤的小花曼泽兰，大概只能生产出醋液1.4公升，大概1.4公斤左右了哈。然后再把它变成金六醋液，大概是1公升，好，到1公斤。所以这样的一个那个窑烧之后，就是会变成这样的那个分六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1公升的那个金流醋液。那这是出醋液跟那个金流醋液哈。那所以。粗醋液跟金流醋液，它的转换大概是70%，所以20公斤的粗醋液它可以变成14到15公斤的那个金流醋液，那为什么我们把它弄出来？应该必须要知道这些醋液它有什么功效，所以把它转交给木作达人，他就因为去做过那个国家的检测报告之后，发现它有强大的抗菌力、治菌力，尤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有很强的治菌能力，推动除螨的这个过程，然后从这个有害的绿癌一路转化到这个大家都带着一个善良的心哦，包括从赞叹工坊这边的努力，把它从这个小花曼泽兰变成碳化的生物碳以及相关的醋液。然后再经过我们木作达人，这已经我们有17年的时间，都一直在研究的就是木作液这个产品，就是木醋液这样的一个物质哦，它的所谓的这种抗菌力、安全性，还有它在生活的各种领域上可以使用的范畴，我们都一直在努力。这17年间，我们这一次能够很高兴能够跟小花曼泽兰结个缘哦，帮助它在最终的这一里路。转化成最有益人体、最有益环境，甚至对我们的经济，甚至对我们现在在谈论的 SDGs 的第15项森林的永续性带来一个成功的一个转换。我们透过蒸馏、透过检测去发现它的安全性，包括它的杀菌力达到99.9%，以及相关的这个杀菌力的表现的之外呢，它的安全性上，包括它并没有所谓我们担心的甲醇、甲醛，以及我们很担心的像是我们说的防腐剂或者是381项的农药检测，重金属全部都是零检出，所以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说它可以去做成洗碗巾，它可以做成洗衣巾，它才不会有残留的问题，以及我们用在肌肤上会不会有肌肤的刺激，或者是说我们用在宝宝身上，你要用护手霜或者用一些乳液，那这个安全性上能不能使用？相当的结果是检测出来是完全是 OK 的。小花曼泽兰因为生长迅速，易对局部地区造成生态危害，有绿色杀手之称，因此农民都会拔除晒干后烧毁。花莲林管处启动植株多元利用计划，与业者合作研发多元的生活清洁产品。有人担心说，那这个小花曼泽兰这么好用，那会不会让大家这个就小花曼泽兰就大家都不除了，然后就去栽培它？我想第一个，小花曼泽兰的收购，的政策已经历经多年，那它的成效我刚也报告过了，它确实是逐步在奏效的。
那这些收购，老实说，每一年会去参与这些收购的朋友们，他是为了5块钱的一公斤的这个收购价吗？我想不是的啊，一天大概就是一个便当的钱，基本上他们是有这样的热忱、认同这样工，事实上是一个半志工的工作。那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制作这些商品，然后再加码收购，其实没有。我刚刚讲了，最重要的就是把过去被认为是废弃物的这个价值利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小花曼泽兰之后大家还去发现到说，哦，它还有很多很神奇、很伟大的功能，那引发大家觉得说这东西可以利用，其实那这个也不用害怕，因为小花曼泽兰的问题。之所以会发生问题，是因为它失控，没有人管理。那如果未来它变成是一个，这个大家认为可以利用的，自然就会有栽培，当然也会有管理嘛。好，所以这个不用担心。那小花曼泽兰过去对台湾的危害，认为是说对于这个我们的原生的次生林，甚至是原始林会造成伤害。但是国有林、国有森林的部分，这部分我们都已经控制住了。刚刚也讲。现在小花曼泽兰在全台3000多公顷的面积，主要都是在一些私有地，浅山的这个地区。好，那核心我们台湾这个生态或者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小花曼泽兰是没有什么，已经没有什么足以造成危害，这个都已经控制住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多多的使用这些回归自然哦。由小花曼泽兰制成的产品，抗菌效果优异且不伤肌肤，香气宜人，带有清爽的草本味道。双方也签署合作备忘录，持续开发各项外来入侵种植物的衍生产品，减少废弃物。记者翁允台北报道。